中国大陆无人商店几乎完全消失，夏天的时候啊，被大妈完全占据，180亿化为这个乌有，在大陆一个文创师的工作，6万多新台币哦，竞争的都没人要做。从早餐转型变成零食，它的名字就取名叫做好想你年。今晚6点，国民大会。